舞台的主持人打电话跟我经纪人投诉，说少廷在舞台上搔首弄姿，为了要吸引人，把乳沟都已经放在地上让民众拍照。我因为 A 照被解套，哎，不然我真的会被经纪人骂。还好我胸部小，而且他那个时候每次一上台，他都会说：“大家好，我是谁谁谁。”你太厉害了！今天晚上11点 ，My Video 线上收看，小姐不吸地。